七八十岁了，你到这点儿，咱俩人早困了。对了，岁数大了，精力神儿 不就是呗，对不对？嗯，五十，嗯，六七十可能还行，真到八十，那我估计就够巧的。八十，没问题啊。啊，行嘞，谢谢您吧，借您吉言啊。啊，但是你说真，我八十了，嗯，他比我大四岁，八十四，八十四，他正好是。嗯，咱就不强调这坎儿了，行不行？那个倒不重要啊。你看我八十，他比我大四岁。到那会儿，我们说我出去演出去，是家里的孩子也得拦着呀，不让去了。那可不呗啊！你这儿子就得说我，别出去了。嗯，那么大岁数在外头演出去去，我们不放心。对，怕出事儿，得拦着。嗯，您家里也得拦着呀，都不让去。您那个儿子郭小宝是吧？郭小宝叫什么？别往下说了。鱼，姓鱼，哎，姓什么不吃饭是吧？那不行的呢。您的儿子也得拦着您啊。是，别出去了啊。这个岁数，今年您八十四，对是吧？您今天是坎儿啊。我用他提醒我呀，我。你要在家里的好料理，你出去上哪儿找你去？是不是？我非死外头是怎么着？孩子一份孝心呢。啊，这叫孝心。俺的儿子疼他，是。这不是又该做体检去了？那倒是，他最出头上医院。嗯，不爱去。我不去。嗯，那会儿您儿子就得急了，是吗？给医院打电话接您去体检去，非去不可。孩子一片孝心啊，给您送医院去，回头还得给我送信来啊，得告诉您一声啊，通家之好，你不告诉我，过后知道我能翻脸啊，真急呀，对不对？嗯，您儿子上我这儿来了，嗯，他来的时候我中午刚吃完饭，哦，我得躺会儿，那叫午休啊，我正睡觉呢。嗯，哎，这谁？这个您的儿子进门了，哦，哎，一进门看见郭麒麟了。哦，在家呢啊，嗯，大哥，嗯，郭麒麟看看他，哦，老二回来了，怎么个排行啊？这是啊，就是这么闲着啊啊啊！您没拍戏去？哎，天不好，不爱去。哦，正说着呢，嗯，郭汾阳过来了，哦，就我那小儿子是安迪过来了，哎呀，二哥来了，都知道这个啊，我来了，哦，那个咱爸呢？这等会儿。咱爸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显得那么亲切，哦，显得亲切。哎，咱爸那儿去了，嗯，老头睡觉，哦，啊，咱们喝点吧，还喝？哎，开开酒，炒几个菜，嗯，哥仨坐一块儿，连吃带喝。你瞧，等吃的呢，我打屋里出来的。您睡醒了？睡醒了啊。嗯，哟，嗯，二的回来了。你们这一家子排的顺序不错呀，这个。他赶紧过来了，嗯，我要跟您说点事儿。说吧，谦儿大爷住院了。回来就别往下说了，怎么谦儿大爷了？他是第三人称嘛，都这么说嘛。跟我有什么第三人称的呀？我说什么病？不是，就是体检啊，体检也不行。是，你们仨别喝了，嗯，赶紧弄车送我上医院，我看看他去。哎呦，您要探视，不放心，真好。哥仨开车送我上医院瞧您去，真好。到这一瞧坏了，怎么呢？电梯坏了，上不去楼。您在十二楼。还挺高，这仨小子，咱回去吧。别看门也没有，嗯，扶着我爬楼梯，十二层，您要爬上去，我得看看我哥哥，多好啊！仨搀着我，哆里哆嗦。哎呀，八十岁的我，上十二楼，非看不可。终于到十二楼了，嗯，这儿写着呢，嗯 ，ICU。我不是体检吗？跟我弄 ICU 去了。因为这个医院跟咱都是对口单位，是吗？给您本来啊办的那叫那个 VIP， 那多好啊！我加点钱给您改的 ICU。嗯，我用你啊！我打开门，嗯，于老师在那儿躺着，一身都是管子呀。我瞧出病来了，这我眼泪都下来了，是吗？把这仨推开了，嗯，两步到跟前儿看我，把管子都拔了。这就我去你弟！干嘛？现您这杀人来了是怎么着？见不得于老师受苦受罪。哦，早点死就好了。哎，拔管子干嘛？哥们儿，这份心思啊，对，对我好，要八十。真到九十了，你让我拔管子，我都没那个劲儿了。您八十都拔完了，我就活不到九十了。哎呀，真到九十啊，真到九十，咱俩连矫情的劲儿都没有了，就不正经了是吗？哎呀，我九十，你就九十四了，可不是吗？小一百了，你奔一百去了。对对，那会儿咱俩人活着就是胜利。哦，只要活着就成，咱能干什么？顶多比如上午天好，嗯，给咱俩搁到院子里边坐会儿吧，晒晒太阳，可不就这个呗？啊，也是，看看树枝的小鸟。哦，跟前有条什么小溪啊、小河、金鱼池啊，还有水，看看鱼。哦，闻闻花香。
也就这个呗，这就不错，咱俩跟这一坐，对吧？尺多啊。一会儿嫂子过来了，哦，那你媳妇儿过来问，是那个喝点什么呀？这都得伺候着了。我说，嫂子，给我来一杯冰可乐。好家伙，这岁数，嫂子就得数了我啊！九十你还冰可乐你？是要疯啊你啊？没错，来杯温的柠檬水，哎，养养胃。也就这样啊。嗯，待会儿嫂子又来了。哦，水果要什么呀？吃点水果。我说，冰箱里有大西瓜，切一半给我来个勺，我自个儿蒯着吃。这是玩命的。你这拉倒，不要命了你 啊嗯，来一片苹果，来一个荔枝，嗯，好不好？那都得控制点。也就这样了，嗯，啊，一会儿到中午了，中午吃什么呀？嗯，我说给我啊蒸一块鱼，要一个土豆沙拉。哦，来一小碗啊这个小米粥。嗯，是。嗯，哎，他可半天没理我了。啊，他是这样啊，您说说，你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啊？我怎么就丧失语言功能了？十年前一次医疗事故啊，啊你不会说话，哎，那就不理我了。也问你了，你没搭茬，我们认为你不饿。好家伙，我就饿一上午。哎，一会儿到下午茶了，嗯，问我要什么，我说来一杯红茶，嗯，要一片小饼干。是啊，水果有点也行，没我也不吃。哦，就聊会儿天儿。是，待会儿天黑了，问我晚饭吃什么？晚饭，我说蒸一个苹果。嗯啊，有牛肉呢，切两片就可以了。你瞧啊，冲一个鸡蛋，别的不要。哦啊哦，嫂子她吃她的，嗯，我吃我的。哎，吃完之后天就黑了，我们俩在屋里看电视，啊，还看电视。沙发，我坐沙发上，嗯，看电视啊。哦，这有一壁炉，嗯，哎。嫂子坐那沙发是织毛衣，哦，我们俩这沙发必须离着稍微远一点。为什么呢？男女授受不亲，还挺好。那是，哎，我再问一句啊，这时候我在哪儿呢？你还在院里那轮椅上坐着呢。嚯，没给我推进来呀？不是，因为中午之后外边下暴雨了，我们怕出去衣裳湿了，所以就没管你。那我就一直在外边着着，你也没喊，我们觉得没事儿。哎，这好。下次要再遇上这事儿啊，麻烦您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您别忘了给我推河里去就完了。你们俩这事儿，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你说好吗？你看，你看啊，这人他没劲就在这儿了。废话，是吧？他老憋着归我，你是谁呀？啊，话虽如此，但是不希望老了那么快。那倒是。尤其谦儿哥，我们合作半辈子了啊，有谦儿哥在我旁边，我是最踏实的。过奖，因为我们了解自己，咱俩也干不了别的啊，咱俩也就说相声，啊，对，咱俩人的命就是说相声的命，哦，说相声的命，人生在世就这俩字儿，命运，哦，这俩字儿，哎呀，命是命，运是运，哦，还分着解释，命是不动的，嗯，运是动的，怎么讲？命就是出场设置，哦，哎，你一出场就告诉你你是说相声的，你唱快板的，你唱三段快书的，啊，哦，就这一辈子就这样，这改不了，这是出场设置，哦，运是活的。怎么个活法？哎，一动一静来回转，就跟那八卦那阴阳鱼似的。哦，这两条线会左右人的一生。你看这个，各位啊，这不是封建迷信，哦，啊，人对宇宙的了解顶多到5%，不多。哎，天下很多事咱们其实是闹不清。嗯，你不能一句话，这封建迷信，其实并不科学。哦，啊，你看有的人命好运不好，有的是运好命不好。哦，这么讲呢？你看，比如命，于老师命很好。啊，命好！你老生这个大户人家，嗯，吃饭都是黄金的碗，嚯，黄金的盘子，翡翠的筷子，哎，就可以了吧？太有钱了，这个命太好了，没问题。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您被拐卖了，嗯，你卖到非洲赞比亚，当地的美食叫恩西玛，恩西玛就是棒子面熬的粥啊，我喝棒子面粥，金盘子银碗，喝一辈子棒子面粥，那管什么呀？所以命好运不好，哦，这也不行，要说咱。运好命不好，这个怎么说？你看，比如说您运气最近很好，哦，美国洛杉矶地区要选一个华人的领袖，啊，那好啊，啊，嗯，洛杉矶要选一鸡头，对啊，去，没听说过，那不叫鸡头，那叫什么啊？那就是领袖首长，就选一个啊，选一负责人吧，对呀，哎，那么些个华人最后选的您，哦，我当这个了，您这个运好不好？好啊。运好啊，是是是，哎，定的是大年初一您上任，好，年三十喝恩西玛撑死了，哎，
那我这命运都不怎么样啊，我这运很好，选上了。哦，但你撑死了，那是你的命不好。哦，这是出场设置。所以天下是命运这两个字很难说。哦，有人跟我聊天的时候爱抬这个杠，说你别说这没用的啊。嗯、是，眼见为实，只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就不信。也有这话，大可不必。不必吗？大可不必。很多事情不是必须你看见才是存在的。您解释解释。WiFi 您看见了吗？没有啊 ，WiFi 没有。你没看见 WiFi， 你能说世上没有 WiFi 吗？不行，还用着呢吗？对呀、啊，对。声音你看见了吗？声音看不见啊，声大声小，有没有方言，是不是普通话，咱们能听见。对，哪位能看见？看不见，对吧？你要非得看见声音，那必须是澡堂子，嗯，对吧？他冒泡啊！您别提这个了，那个不现实，啊、那能闻见呢，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咱得讲理啊。是，古人你也没看见，秦始皇你没见着吧？嗯，啊，朱元璋你也没看见，西太后你也没看见，对啊，你没看见这些人就不存在吗？嗯，你这个叫抬杠。对，对不对？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你怎么知道我去没去呢？这话题怎么转那么快呀、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说相声这个玩意儿，有时候就得研究啊。为什么好多人愿意抬杠，愿意排斥一些东西，是由于未知。哦，是因为不知道。人们愿意排斥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怎么？你比如说这个地上 啊，天津龙华剧院地上有一群蚂蚁在这玩儿。哦。把其中的一只拿起来装一塑料瓶里边，嗯，揣在怀里边上飞机，嗯，啊，我飞澳大利亚吧，嗯，有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哦，我飞着塔斯马尼亚到地儿，把这塑料瓶打开了，让蚂蚁在海边玩会儿、嗯、看看树，看看人，看看沙滩，看看景色、嗯、看完了装起来我还回来、嗯、还把它倒在这个台口这儿， 嗯， 嗯，这个蚂蚁给那些蚂蚁就讲，哦，我怎么进的塑料瓶，我怎么出的门，我如何过的安检，我怎么上的飞机，我到了澳洲这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我看见这个，我看见那个，他讲完之后那些个蚂蚁就得活活弄死他，干嘛非弄死他，你说的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们不相信你，哦，就不信，这个怨谁呢，嗯，就怨这个见过世面的蚂蚁，哦，倒赖他了，当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要闭嘴，说多了不成，嗯，就是吗？嗯，你显摆显摆，那就得弄死你，嗯、啊！所以说，人生气、排斥都是由于这些东西。哦、这主一直啊，跟人来往沟通都是用鸡毛信，嗯啊，突然间回头看见卖手机的了，他翻脸了，不信啊！他天天吃米饭，白米饭撒点盐就吃，哎，高兴。嗯、回头看见十斤炒饭，他急了，哦，不相信，没见过呀，哦，为什么着急生气？因为没见过。那个说相声的在茶馆里演，一天挣30块钱，是啊，挣完30块钱揣口袋里边，嗯，得听相声这个，您跟我们吃个饭去吧，嗯啊，带你吃饭，高兴跟人吃饭，饭桌上你把那再说一遍，又说一遍，人家给他50块钱，哦，揣这50块钱出门打车，司机认识他，我听过你相声，打车这15别给了，他觉得这就挺好的，免费啊，你这会儿要跟他说我走带你澳洲演出去，嗯，塔斯马尼亚，他就翻脸了。他翻什么脸啊？这个少编这个没有的地名骗我。嗨，这叫没有，这就是认知的问题，没到位。所以说，好说相声的得是个心理学家啊、哦，这很重要。你看，我给举个例子啊，研究心理的。你看，你得研究，不光咱们这行，哪行都应该研究心理，是吗？你哪怕去个超市，你看看人家卖货的那些位，超市的货还有心理学吗？你看这卖肉的，他那个灯老是红不劲儿的，红的是让你看那个肉鲜。嗯，对不对啊？嗯，卖海鲜的灯是蓝的，蓝的。你看那个带鱼那虾，老蓝旺旺的，鲜。卖面包的那灯是黄的，黄看着好。哦，他就人物心理嘛。是。哎，这一个架眼上摆的都是方便面，你要买，你买摆后头的。后头的。前面这排快到期了。哦，买过期了。你上那儿，哎呀，这该结账了、嗯。为什么他把那个口香糖什么都摆在这儿呢？为什么？人都是有冲动消费。啊，反正也等着，拿俩吧，哦，你就结账，口香糖，甚至你跟这等着等着一回头，嗯，还有那个平时你不好意思买的东西，啊，您说呀，我这求知欲很强，啊、哎，你看这他搁在这儿，啊，我真在里边单独哈，来一面柜台，哦，摆的都是这个，拿灯照着，你过去好意思挑去吗？哦、对不对？你就得跟这儿等着结账。嗯，
一会儿，嗨，你看这有生活呀？你看，哎啊，人售后员也都是是吧？好，于老师给您啊，我的呀，好家伙，所以说，说相声他得灵。啊，得聪明，你就得研究，这是心理学的东西。是，你看你们出去吃饭去，嗯，上一菜，猪大肠，啊，猪大肠知道，大肠不是什么干净的东西，它之前是装那个的，嗨，这一说都知道。洗完了，切得了，炒好，这盘端上来、嗯、很贵，啊，卖的贵，你爱吃，找个碗，啊，这碗很新，也盛一碗那个东西，嗯，盛完了就泼。嗯，几个人就刷就烫，高温消毒，药水消毒，嗯，消毒多干净，再给你这碗你也不会用。哎，还真是。哎，你吃大肠你还吧唧嘴儿，对不对？你看，端一盆水，我跟这洗脚，洗完脚，于老师您洗个脸吧。凭什么呀？你准不干。当然。可是你到了游泳池，你还扎猛子。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可能嫌一个人的味儿不够啊。哈，我得集体的是吗？所以天下事就是两种，就是科学与迷信。你看啊，哦，你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信了，就这么解释啊。你看，你细琢磨，迷迷糊糊信了。为什么叫迷信？哎，迷迷糊糊信了。哦啊，不是所有东西拿起来就迷信，你迷信那个不讲理。哦，不能这么直说。你比如说，吧，这个做买卖啊，人家屋里边供一财神爷，是前面摆一个姻缘宝，嗯，没有毛病。哦，这个可以。谁都有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权利。哦，财神爷到我家，我的生意兴隆，就口彩儿，这有什么不好的呀？挺好嘛，讨个吉利。对，但是你打这儿要往歪处走，就是你的不对了。这还能歪到哪儿去？您比如说啊，这门口开了一个相声的小剧场。哦，有相声小园子，瞎说吧。比如说 啊，就这门口是开一个相声小剧场。好，叫什么名呢？叫威尼斯。水的，这是水，不是相声小园子，叫威尼斯，这一听就不像个相声园子，就早就听着省事儿 啊，省得别人举报咱。哦，您还在那这儿还？哎呀，你防不胜防，知道吗？哦，相声园子，威尼斯，威尼斯，哎，观众也很喜欢啊，门脸装的金碧辉煌，哦，生意很好啊啊，对门又开了一家。哦，又开一个相声园子，这叫什么呀？哎，它叫金海岸。好，这俩没水都干不了，合着。马路对过，马路这边啊，肯定会抢生意。他们俩抢生意，那肯定是听相声的，这边来了，那边就少了呗。是，所以说这就想办法了。想什么办法呀？哎，两边都会有艺术顾问的。哦，艺术顾问，哎，回来一问艺术顾问，提高艺术水平。顾问说门口啊立两块那个玻璃镜子，嗯，两米高。来两块给他照回去，哦，把这不好的风水照回去，毁他的风水，这叫什么主意？你这个啊，艺术顾问出的主意。什么艺术顾问呢？这边啊，嗯，两块镜子，人对过也有艺术顾问呢。哦，他呢？人家让摆四块，又照回来了。哎，这边就上六块，嗯，对过就是八块镜子，哦，全是镜子。他们两家打架，救活了三个玻璃铺。哎，这还对吧？嗯。就是从口碑上再营造一下气氛吧，啊，对不对？说什么呀？这边贴上啊，啊，繁荣相声市场，好，那边也得贴上，嗯，弘扬传统文化，这对呀，啊，嗯，那边写上了，嗯，我们都是正规相声，嗯，那边写我们没有特殊服务，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这边写 SPA 免费，哦，那边搓澡不要钱，哎呀嗨，您这是相声园子吗？这个，你听哪句有相声？就说是呢，就这种恶性竞争，所谓的要换人家风水，其实这就属于是迷信，啊，这就不应该了。别人说相声的爱信这个，爱信这个，因为我们从小接触的传统文化啊，这东西它是剥离不清的。哦，但是说相声呢，有俩特点，啊，一个是特别容易信，嗯，一个是特别不容易上当。这有点矛盾，您这话。你看这些年出了那些个气功大师。嗯，那些个高人，嗯，一发照片都是跟影星是歌星一块儿，嗯，你看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当吗？哦，这倒真没有。哎呀，为什么呢？说相声进门不是骗钱，嗯，就是偷人。哎呀，嗨，哦，说相声的这比他还坏呢。那，哎，是啊，这就算这些大师们走运，没碰上说相声，沾惹上一个说相声的，他就得倾家荡产。好家伙，我们这行是信，于老师当年也信这。我愿意信这个。于老师17岁就干专业了，
说相声，这点我很佩服人家。这娃娃腿嘛，你看我这些年一直是体制外民间闲散艺人。好，这于老师没法比啊。您太客气。17岁就是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配件艺术团的演员。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个，这里边还有相声吗？您这个团这个业务很丰富，啊，这面太广了。就在那儿上班啊，17岁，有一个相声大赛，哦，有比赛，丰收杯相声大赛，啊，这大赛到对口啊，于老师很希望拿一等奖。我那谁比赛不希望？不是哪那么容易啊？对，就有高人给出主意了啊，你去烧个香拜一拜。让我去拜佛，很好啊！啊，于老师就决定去了。嗯，在哪儿呢？哪儿？北京京西妙峰山。妙，我上那儿拴娃娃去了，是怎么的？啊，不慌，妙峰山就是拴娃娃的地方啊。妙峰山就一个庙，就一个娘娘庙啊？啊，对吧？就一个娘娘庙啊？哦，还有别的？你要说拴娃娃求子，你上娘娘庙是？你不是求一等奖吗？那有地方吗？哎，单有一个庙。这儿供的是这个冠军老祖，哎，什么乱七八糟，我都没听说还有冠军老祖。我一说你一听就挺好哦。哎，于老师就去了，是吗？哎啊，到这儿人庙里有当家的哦，这位施主跟我来。哎呦，施主，领到大殿，大殿里正当中供着三位老祖，三位这儿当家坐一个哦，这边还坐一个，嗯，这边靠下还坐一个，是当家，这是冠军老祖，这边这是亚军老祖，哎。这是季军老祖，好家伙！哦，于老师光光磕头，啊磕完头问当家的，嗯，说以前没听说过，咱们这是属于什么教啊？对呀，当家的乐，我们这个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属哪儿管？我们归公社管。哎，公社管。对，你今年多大呀？是，我今年17。哦，相声大赛，我想拿一等奖。好好好好，嗯，雄心壮志很好。好，嗯，来根烟抽吧。哎，嗯。于老师说：“我才17呀、啊，对我抽不了烟。你已经抽完了，啊？来抽一颗啊，抽一颗。于老师点一颗啊。哦，我第一颗抽烟的时候就这范儿啊。哎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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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底子，嗯，你有发展，嗯，是是是。喝酒不喝呀？嗯，酒不会。你看，你看，是，哎呦，蹲蹲蹲蹲蹲蹲蹲，来来。”喝一杯，你这喝完就一等奖了啊！哦，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喝好还打嗝，当家的高兴了是吗？烫头不烫啊？哎嚯，好家伙，我这三样是那儿学的是吗？把头烫了吧？啊，这真烫啊！真听话，坐在那儿盘上卷儿，跟当家的待一天，哎，叼着烟卷，拿着啤酒瓶子，一脑袋卷儿啊！哎呀，说我这个艺术怎么办呢？是啊，当家的说不着急，艺术不着急，你就这个状态保持好了。嗯，有一天遇见一个叫郭德纲的，你就算成了。这、嗯，哎呦，这叫什么地方？他一说一乐的事儿 啊，单指着这个他成功不了啊。那错不了。你听说谁说拿冠军拿一等奖是烧香拜佛来？那不行啊。嗯，当然您信这个也是因为家里边有这个因素。怎么我这还跟遗传有关系？他爷爷那会儿就特别信啊，对，老人他就容易信。他爷爷关键什么都信。怎么叫什么都信？你说得出来的，哎，只要市面上有的，嗯，哎，他爷爷就全信。他都信什么呀？哎呀，你说得出来的这个教那个教，古今中外所有的，只要他能知道，他能记得住的，他全信。啊，没有不信的。到后来信到最后，他给自个儿定位了。定什么位？我不能再无信乱信了。对，其实我不是个一般人。嗯，我是唐三藏转世，他自个儿说自个儿是唐三藏转世。他说他是唐僧。哎呦，大伙儿不信，您怎么就是唐僧？尤其最近越来越相信。怎么呢？因为每次上厕所去解手去，嗯，完事脚底都发黏。哎，您这叫唐三藏转世啊？您这叫糖尿病综合症，知道吗？我认为我也得抓紧时间，度化世人。度化，哎，你看这个词儿，度化世人，你看出去度人去，度人收费也不高，多少钱？2块钱一个，哦，度一个2块钱，好家伙，你说度一个就2块钱啊？啊啊啊！电焊得多少钱？对，好，是那个度吗？啊，嗯，后来这儿去那儿去，有一天他爷爷到曲艺团去度化，哦，上曲艺团了，哎，有一个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机电配件，对，哎，就上我们团了，但是很不幸啊，很不幸，
夜里边被这帮说相声的把他爷爷给吃了。为什么吃了？他们说吃唐僧长生不老。好家伙，一团的妖精，合着是。哎，什么话这叫？对，废话。你不能这样发泄你的不满啊！但是这个就各种信这个东西在你们家根深蒂固，全信。你包括他母亲，嗯，老太太啊，老太太人特别好啊，人是不错呀。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台上提到他母亲了。您不长时间吧？因为后来净说他们老爷子了啊。哦，老太太其实很好，老太太遗忘了，很善良，善良，很善良，特别疼人，没错，就怕给人找麻烦。哦，老太太不舒服，嗯，跟儿子说看病去，不舒服，不去，不说，哎呀难受，告诉于谦送他看病去吧，啊，怕给儿子添麻烦。嗨，这何苦呢？就问别人这有没有偏方啊？哦，找偏方。街坊有那个好人呢、啊。嗯，你啊，京西妙峰山、啊。怎么又妙峰山呢？那有一个冠军老祖庙。我怎么没听说、啊？你上那儿求点香灰。哦，求香灰，吃香灰啊，吃完病就好了。哦，那能好得了？老太太本来就便秘。啊，上那儿求香灰，给了三斤香灰。哎呦，我们真没少给。回来之后蒸大馒头，老太太都吃了。哎呀，还告诉我不让喝水。干吃，好吃完香的难受，那可不，一个多礼拜都不上厕所，那是啊。这后来实在不行了啊，拉出一盘蚊子香来。好家伙，我妈肠子也细点啊。嗯，哎呀，这个不行啊。嗯，又问又高人有没有办法。嗯，有人说了，这个得找药引子。这还有什么药引子？药引子就是你们家亲人身上的肉。这谁出的馊主意？这是中国古代关于这种故事很多。有吗？你比如说想当年有一个故事叫割骨奉君。这故事春秋战国啊，晋献公的妃子骊姬，嗯，打算让自己儿子当太子，所以得把那个太子害死。哎呦，太子死之后，他的弟弟重耳逃出去了，带着文武群臣，中途路上没饭吃啊，有个大臣叫介子推，把自己腿上切了一大块肉弄熟了，让重耳吃。哎呀，割骨奉君，给你，包括二十四孝，丁香割肉、嗯、也是。婆婆虐待儿媳妇，儿媳妇还很尊重婆婆啊。婆婆有病了怎么办呢？切自己身上的肉弄熟了，让婆婆吃。中国古代这种故事很多。哦，有古人。老太太回来之后想这个事儿，嗯，自己觉得肯定有道理，但是嗯，很难实现。拿谁的肉是谁让啊？是为了我的病好，让家里人切块肉。嗯，下不去手啊。嗯，夜深人静，老太太坐在院子里，一边流着眼泪，是一边磨刀。哎，这干嘛要杀人的是怎么着？夜深了，月牙出来了，人都说月牙像月老，月老他交给我。一着刀就把人杀，谁说的？磨刀啊，磨完刀拿这刀电不丁腰，不、哦、进屋了，真灵，站在床这儿，嗯，老太太眼泪下来，又哭了，这事儿干不了，下不去手，这哪心思？嗯，这都是自己家的亲骨肉，那可不是，是不是啊？老头跟我一辈子，我能切他一块肉吗？那怎么下得去？是不是、嗯、啊？儿媳妇，人家没毛病，人家孩子。嗯，我能这样吗？你等一会儿，你等啊，怎么了？我爸爸跟我媳妇挨着睡呢。哎，这是丧心烂肺吧？废话，你是站床头数，可不是挨着个数吗？不是，他们家装修啊，装修那几个屋装修都跟这大铺子先忍着，忍着也没有这么忍的。不是你第三个那边就是你，我就废话啊，废，我不能在那边中间得隔着我。这有个帘儿啊，哎，有帘儿也行，有一道帘儿，哎，对，这道帘儿把于谦啊隔那边去，哎，把我隔那边去啊，没听说过，没有哈啊，就是你跟你媳妇在这儿，哎，不能，你爸爸在这边，对，老头躺着啊，嗯，老太太看着你，眼泪都下来了啊，我的儿是，我很孝顺，嗯，我怎么忍心也行拿刀切他呢？对呀、啊，我都对不起他爸爸。嗯，他爸爸呀，现在云南是，不是在，你怎么不对、啊？你这又胡说八道，怎么回事？我爸不是就这躺着的吗？这个是父亲，这不是父亲不是一样吗？哎，你糊涂，一样，我还说这个啊？哎、不是你这越说越糊涂，哎，这不重要，不重要，不，这太重要了，这对，不行，不能耽误时辰，该下刀了啊！哦哦，就吃思来想去，这吃儿媳妇的吧。
啊，是儿媳妇。哎，金莲啊，金莲，金莲，他姓什么？姓潘。哎，潘金莲。儿媳妇坐起来了啊，干嘛？嚯，好，干嘛？嗯，嘘，不让嚷，我叫你有事儿啊。好家伙，嗯，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什么话这是？什么话这是？出来，出来，院里说了，院里说了。啊，院里说这事儿，儿媳妇，你跟我闺女是一样的。是，妈妈现在啊，说死就死，嗯，就指着这块人肉了。哦，你能给妈妈来块肉吗？啊，儿媳妇大笑弥天，怎么样呢？拿过刀来，咔嚓，哎呦，腿上来一大块肉，给婆婆自己切。老太太托在手里，眼泪哗哗的，太肥了啊，这肥呀，这就别挑了，这就。吃这个玩意儿得有手艺，怎么还要手艺？那是他是当药引子用的，是吗？老太太得自个儿弄。哎呦，烧大柴锅，把水倒在里边，底下拉风箱。哎呦，那个风箱拉的咕哒咕哒，那个水烧的哗啦啦哗啦啦。哎呀，把这肉搁在里边去，到五六成熟的时候，是就把它搭出来。哦，小刀拿过来，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嗯，碎的麻底下上面搁上整的，哎、兑好了佐料，香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酱油、盐，和了匀了，爬了吃。吃完之后，你才怎么着？这就好了，死了。那是的。哎，好、哦，谢谢啊，给我了，给董事长的。好的，好的，稍加去啊。好嘞，谢谢，谢谢啊。这个相声啊，一般都是编的。是，刚才这个呢，就是有个90%的真实的这个实事儿、嗯，没有那么高的真实度，啊、没有这样 啊。对，行，不重要啊。得谢谢大伙儿。那今天是钢丝节的第二天，对，啊，第二场这个。为了钢丝节呢，就是您各位疼和我，嗯，咱们一块儿过个节，热闹热闹啊、嗯！哪儿来的都有，哎，山南的、海北的，往这儿赶，得谢谢您各位。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啊。谢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错。哪儿都出高人，嗯啊，你看到人山东啊，孔圣人，哦，那是那儿的，山东的吧？对对对，孟子，啊，也是山东，山东，秦琼，嚯，山东都是名人。河北有你看，刘备，啊，张飞，这是河北的。对，山西你，关云长啊，那圣人，关夫子，对，那是山西的、嗯、啊，安徽啊，包公、曹操、朱元璋也是，都是那儿大人物。天津，天津，马三立。马志明，哎呦，郭德纲、郭麒麟，哎，这好，对，天津出说相声的，那可不，这是我们这特产啊。今天是第二场、嗯、啊，这个明天是我们的第三场。这两天的都是原来我写的一些相声，嗯，哎，大伙儿给叨叨出来演一遍。是、啊，其实呢，这个很难为他们大伙儿，是吗？因为说相声这行业就是得自己给自己写啊，啊，你量身定制之后换到别人身上很为难，张扬个性啊。所以今天看见高峰老师，你看。篡改了我的原著啊，得了啊！嗯，一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就是，哎，观众有时候喜欢那个，喜欢这个，哎，咱们也是依然如此。您要喜欢谁，您说出来，让他给您再表演个小节目。来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这个到这个环节了，非常激动啊！给大家唱个叫小番吧，好吧？啊，哎，哎，师傅，您来，您是不是也会来着？哎，我不太熟悉。哦，这样吧，咱俩合作一下。哟，咱俩人唱啊？行不行？那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啊。哟，那我低点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啊。哎、来，叫小范，我前面。谁先唱啊？我先唱。那来，好的。嗯，一将功之的、哎哎哎。现在就要开始了吗？是的，是的。哦，那好的啊。好的。一将功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鲜。张立功阿门，来呀！不是您接叫我班，我还得我唱了。是 是哎，我以为接最后一句。不是刚刚丝结吧？到时候再来，再来，我还想到。来，一将功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鲜。张立功阿。不是，嗯，
再来一遍，有点累了，再来一遍就可以了。好的，一见公之道令箭，还没腻呢，有点累了。来，一见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张立功啊本叫小芳。好，谢谢。这就是技巧。嗯嗯，还有谁？张鹤伦呐，来。啊，小白、嗯、啊，谢谢大伙儿啊，对，谢大伙儿。那个我也唱一个吧。嗯，我想唱一个我师父那之前在唐伯虎点秋香里边一个唱段啊。这个好了，谢谢您。我雇的我看出来了、啊、他都喊出钱味儿来了。到时候多少钱我退你 啊表现不好、嗯、啊，那个来啊，好一位受苦的人，没了帽的小书童，那里点冷，云烟似你跟到了真儿啊，有什么毛病，那里点灯，好一位风流子啊，配了我这梅花容，那浪子岭，王宝钏雪平贵啊，寒窑里苦等，那里灯，玉堂春太原府啊，遇见了这王金龙，那里点灯，小张生西厢院啊，调戏过崔小姐，调戏过崔小姐啊，调戏两回啊，玉啊，他忘了，差不多。梁山伯祝英台呀、啊，变成了两只苍蝇，哎，俩蝴蝶，蝴蝶小蝴蝶飞来飞去，飞出了满天星。噔噔噔，我好比大馒头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就是发面饼，滚蛋，点灯。我就是白米饭，你就是辣子鸡呀、啊、丁。今日里府门外呀，乐得我直蹦，当当当当，从此后就不得安宁啊。啊，这个也快20年了吧，这个得有啊。孟鹤堂 啊好，来来，一二三，孟岁。再来一遍，下回就重来，你准备好了啊，来，张九龄。大家好啊，昨天也在这儿演出了，搬场的时候给于大爷抖了一包袱，结果这个效果比吃的苍蝇屎还恶心啊！今天就规规矩矩的吧，这个师傅的粉丝过生日，给您念个喜歌啊，朋友们啊！节奏响，走上台，见到了大家笑开怀，深鞠一躬敬个礼，祝师傅的粉丝身体健康好运来，咱们人人全都多发财！谢谢大家。接下来可以到孟鹤堂了，哎，快来吧，孟鹤堂，来，快点，一二三，请大家原谅，我们就俩傻子，知道吗？啊，难得我们俩碰一块儿。我给您起个头啊，一见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叫小芳，还能唱，咱、啊、可以。我们俩用你起头啊！我们俩再给大家来吧，来吧，还是传统节目啊！来来来，好来来，三二一，走！孟塞，库勒孟哈，库勒孟塞，孟塞哈，库勒孟塞，库勒孟哈，库勒孟塞，库勒巴拉孟塞耶！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黑怕，万兔，你的神话！孟塞卡拉库那个孟塞的库勒巴拉孟塞了孟塞嘿，孟嘿嘿，我他妈的给毛跟他干啥的干啥的，我都给你毛啥？孟塞卡拉库那个孟塞的库勒巴拉孟塞了孟塞嘿，大地瓜，烤地瓜，一块钱能买仨。孟塞卡拉库那个孟塞的干啥的干啥的，过分了！谢谢大家。我要听明白这个，我是那个，我跟你说，小饼，快来，别过来，快来，他就爱好从后边抱人，这个到我这就有点戛然而止了。
啊，我呢就是也别开生面给大家伙唱一回这个。你那托在那儿呢啊。哎，这是半道捡的托。那这个给大家伙唱一个这个。这我得说你都这点儿你要退票啊。你有点惨无人道。这本来都是送的啊。保安给他弄后台来。嗯。让他爸爸来赎他来。嗯。哎，你回来。你别借这机会。他都退票了。废话，退票是我的事儿，哎，你哪儿疼来。唱几句这发字型行不行？好。也不丢人是吧？这个比发大财怎么样？先有的发大财，后有发字型，这可是老话了。福字儿贴还是发大财好一点，实在是不好听。退票吧，还是退票去，踏实退票。来，外甥，这是我外甥，也是我徒弟啊。他姥爷是我舅舅，我们是这么一关系啊。来，儿子，回来。我这外甥是个傻子，你看见吗？我给大伙儿唱一快板吧。太好了，好，他的特点是唱板子。对，我给唱一快板。哎，好嘞！他的退票也是他吧？来吧，你们俩人火着用一个粉丝是吧？我来了，来吧，来。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他这是跟谁拽镊子呢？我招你，我惹你了啊！行，唱的不错啊，唱的挺好啊。还有谁啊？大家挨着来吧，来，来来来，那谁九成，那狗回去啊，来九成来，啊一块来，好。叫光棍啊，光叫一声不行，你得给大伙唱。我那个师傅，我跟成哥我们俩一块给各位唱一个京剧。哟，好家伙 啊！开始吧。爱听不听，不听死。你怎么跟观众说话呢？啊，我不管师傅，他气我。哎呀，哎呀，要不是我师傅在这儿，你就掉下来了。你唱你的，一会儿我打他就行。来吧，随师傅来，唱一个数太保。哎呦，好，独联寨。嗯，来。哎，空嘞矿一锤嘞矿，对对金鸡空中飘，大太保压赛过门后。可以啊，这个京剧没落是有原因的，是吧？退票吧。嗯。还有人叫壮着，别着急啊。嗯。他不得一个一个的丢人现眼吗？是吧？啊。来，你唱，你是你让狗回去。我唱着啊，我唱啊，唱着。加油！哎，谢谢谢谢。对对，旌旗空中飘，大太保压赛过文侯茂，二太保身来又略逃，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嫩斩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画江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耍，啊的好，压赛过秦叔宝，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十一太保虽然他年纪小，一过刀比一过高，哪怕那皇朝兵来到故与他枪对枪来，刀对着刀。好，谢谢九成。那么接下来我建议我们台上台下所有的朋友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栾云平给大伙演一个，这是独特的出场方式，他有不一样的表演技巧。来来，有请阿栾。
我真的，来唱，来我解释一下，你躲后干嘛？我真的特别怕这个环节，塞反了，塞反了，因为啊，这花儿这，这花儿这，来来来，于老师，哎呀，于老师，您过来吹口气就行了啊。哎呀，因为这个我真的我摆到底了，有。我没有烧饼他们唱得好，我也没有陶王阳他们蹦得好，我变一花出来好吧，你看这叫什么玩意儿是吧，真的变一个就变一个好不好，哎还真会这个天津是出古彩戏法的地方，那是既然大家都想看我演呢，把舞台交给了我啊，也没说都交给你你时间快到了，就这么一个手绢啊，这都没有啊，这花没有没有，咱就往手上这么一搁，于老师来口仙气儿，真的，哎，哎，不，气儿太小，再来一口，啊，好有了，怎么样？这是什么呀？狗屁！去，拉好烟，来，拉好烟来，师傅，那个我也唱个京剧吧。好，我唱一个赤桑镇的包公戏。好嘞，啊，你开心就好。少年，吓着师傅了。唱完了吗？唱完了，唱完了。要不咱今儿就到这儿吧，哈。我这个岁数受不了这个惊吓了啊。来，阿涛，给您唱段胆量。好。啊，谢谢大家。去年唱一回了，给您唱一段。去年唱一回了，休息回，说今年这都一年唱一回的是吧？来吧，往外这是党亮吗？我前面唱完了，师傅，我第二唱就是党亮。往外迎，往外迎，满腹凄凉草木凋零，斜倚栏杆泪珠儿倾，一阵劲风过，落叶满中庭，思想起郎君一去，老没有回城，在外飘零。谢谢。壮壮来。我唱你回来我就挺高兴的，因为郭麒麟最近也快回来了、哎啊、我唱一小声吧，您爱听不爱听吧，锦绣河山美如花啊，祖国建设跨骏马，谢谢，等着过来让郭麒麟打你，我告诉你吧，高老师，我唱一老旦吧，一见娇儿啊，好人太少，于老师，于老师，于老师，这个于老师，谢谢各位，谢谢，我们之前有约定、哎、啊，好几年不唱、哎、他说今天唱、嗯、对我这个是打过赌的，从此以后就好几年了，从此以后就不唱了、嗯、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咱们有机会谢谢、哦、等跨年封箱再说吧啊，让于老休息休息、哎、这个其实每次啊演出到返场的时候都是最开心的时候啊，台上台下大伙儿一块玩，但这个环节也是最容易被人家找毛病的啊！有人把这单独拍下来，然后发到网上，还得问我，你看这是相声吗？啊，嗨，我也没说这玩意儿是相声，大伙儿开开心心嘛。这就是你上火锅店吃火锅去，人家送你盘炸花生米，你拍一花生米，然后举报人家，你看这是火锅吗？你
不讲理了，有点啊。来吧，天也不早，人也不少，都往前站，咱大伙儿一块儿唱几句《大西厢》啊。嗯，你们要会跟着一块儿啊。这些日子呀，这个前两天跟这唱两天戏，倒霉倒霉唱戏上了。后台我一看，个个都咳嗽，但是都戴着口罩，我挺开心。一上台，他把口罩都摘了。所以说回去之后，我这两天也来劲儿，到今儿稍微好一点，昨天都快说不出话来了。来啊，来！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一心赶考走奔东京啊！走过三里桃花店呐、啊！越过五里杏花营啊！我们俩呢，想当初是在这个德云社里边学的相声。他们俩来之前在学校里边就有一定的基础，对啊，还不是在北京学的。哪儿啊？在天津。哦，天津有一个中国北方曲校。嗯，他们俩是在中国北方曲校啊被别人取笑的。没学会呀？那是不是没学会？后来来这儿有深造的吗？哦啊，当然了，这个年轻演员呢，嗯，跟上了岁数的演员他不一样。怎么呢？台上有精力有活力。对，你关老师来说，嗯，哎，他就比较沉稳。是吗？关老师是我们后台岁数最大的相声演员啊。我没记错的话，您应该是光绪十五年出生的吧？你肯定记错了啊。你见过光绪吗？才十五年啊，那得多大岁数了？不是，您是哪年出生的？我1980年。1980年啊，今年多大岁数？42岁。42岁中年相声演员，在这儿我得劝劝您。劝我什么呀？平时得多注意锻炼身体。嗯，没用啊，没用，该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这就说错了。怎么了？您别看相声演员站在台上没有太大的动作，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对呀，但是站半个小时下去之后，嗯，体格不好也得喘半天。那是累的。那你不光是累的，平时得多注意这个锻炼。哦，当然我是不用锻炼了。你就等死了？不是，你别跟他们怄气，他们还年轻啊。不是我呀，啊，有一定的基础。你有什么基础啊？我身体基础好啊。你打激素了？打什么激素？什么叫你身体基础怎么就好了？我当初上军校的时候啊，就打下了这个坚实的身体基础。军校啊？哪个警犬基地呀、啊？什么叫警犬基地呀、啊？你不让人训过吗？往返跑，扔一馒头叼回来，就就。你说的是他们俩？不是，你不是一个人吗？不是，我是说我上专业的这个军校，我锻炼去了。别胡说八道，你还上军校呢？对，提起这个名字来吓你一跳。哪个军校啊？美国西点军校。那不更胡说八道了吗？谁呀？美国西点军校。怎么着？那是随便一个人能去的吗？那当然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去得了的。那你怎么能去呢？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那天呢？怎么了？吃完饭之后，我在我们小区旁边啊，嗯，散步。你就说遛弯就完了，还散步啊？在小区旁边散步。嗯，哎，有一个卖着烤红薯的。叫白薯啊！啊，北方吃白薯，南方可能吃红薯，都一个东西啊。卖着烤红薯的，有一个美国老头呢啊，买这个烤红薯。哦，这个老头70多岁。嗯，因为这个外国人呐，70岁80岁照样背着包全世界旅行，来到这儿买这烤红薯，他没吃过这个东西。哦，他不知道刚烤完的烫。美国的傻子这是。刚烤完烫不知道、啊、他没吃过呀、哦、接在手里边张嘴就咬，你想那多烫啊啊！一咬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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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这是美国人吗？这个嘴里边这块烤白薯啊啊，
沾着假牙就飞出去了。假牙肯定是国产的。旁边正可巧有一流浪狗，吐那狗身上了，狗蹭就窜起来了。老头吓得呀，手里这辈烤白薯唰也扔出去了。他多余买它。巧了啊，我正好打旁边走。哦，你都看见了。我不光看见了，我从小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不管谁扔吃的，不管多远，我都接得着。那你比狗利落多了。唰一扔，一伸手走，接过来了。你还烫不着。一吃正好。看凉了一半了。我这伸手这么快，你应该把狗身上那个赶紧弄起来吃了，假牙戴上你算赚了。我伸手这么快呀，这个老头都惊呆了。老头没见过这么快的啊，他觉得我这个身手很利索，比狗利落一个劲儿的夸我呀。我您这个功夫是太棒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快的这身手。您 这不是美国人啊，这是清朝人，清朝宫里出来的，这叫太监。不是，他吃烤白薯把这声带烫的有点，没听说，我都吐出去了，烫从声带吐出去的啊。好家伙，就夸我这功夫好啊，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美国西点军校深造。他有路子啊。当然了，一聊天才知道这个老头不是一般人。干嘛的呀？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烧锅炉的大爷。美国西点军校还烧锅炉呢？他跟美国西点军校的这个校长啊是表兄弟。他每天就烧锅炉。那就没练过烤白薯吗？美国他不吃这个。就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说我愿意，写了一封信把我推荐到美国了。嚯，去吧去吧，人家学校给订了机票。拉着行李箱来到美国的本校，一踏进校门才发现呢。怎么了？名不虚传。什么意思？三条校规太严格了。什么校规呀？第一条，不许撒谎。第二条，不许欺骗。第三条，不许偷盗。什么校规这是？入了学之后要参加野兽营训练。去了就进兽营啊？什么这个擒拿格斗、潜水、登山、开飞机、开坦克、步兵巡逻、长途行军、野战通讯站的侦察、轻武器射击、防空兵作战，不管是巴拿马的热带森林还是阿拉斯加的雪山之巅，都布满了学员们训练的足迹。他去那么多地方练啊？好，拉着行李箱来到学校里边啊，行李箱还没打开呢，我就赶紧的参加训练，准备回国。就是没练就跑了，太难了。废话，我怕死在这儿。你有接白薯这功夫没事儿。可是我一入校啊，接到一个通知，通知 让我回国参加训练。回国去啊？因为这个在咱们国内呢，成立了一个同样的训练基地。那让你往美国跑一趟干嘛呀？人家到那儿是随机分配的。这帮人都神经病都是。咱们国内这个学校提起来名头也很大呀。也有名啊？不，你如雷贯耳啊。叫什么呀？蓝翔技校。技校啊？啊，蓝翔技校。怎么了？回国学挖掘机去。蓝翔技校都是学挖掘机的吗？也有美容美发。不对。还有厨子。不对。你干什么？别让我问住了。那怎么不一样啊？蓝翔技校有没有一个专业叫西点专业？也有。一样啊。哪儿一样啊？啊，西点啊。您说那西点那不是烤面包的吗？那个跟人的西点能一样吗？表面上是做面包做蛋糕的，实际上是秘密的训练军事学员。就拿面包训练？那不还是训狗吗？那个你别管拿什么训练了，这是秘密的训练。训练还得秘密的，不能让别人知道啊。再说了，我这一入校呢，碰上我一个亲人。谁呀？我哥哥。你哥哥怎么叫碰见了？我跟我哥哥失散多年了啊，我还以为他死了呢啊，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那你白高兴了。我高兴什么呢？你以为他死了呢？死喽。来这儿碰上我哥哥了。我哥哥在这儿也参加训练，一块儿来。打这儿开始我们俩一块儿练。那你们俩这就比别人做的面包多呗？不是不是，我们训练的这个方向不一样。什么意思？他练的是这个力度。力度。对了，每天呢啊练力度。走，混，
你哥哥是不是让人给打傻了？没有啊，和面就好好和就完了。哼，哈，那哈喇子不是全进去了吗？那个，他是就用这个面啊练习这个手腕的力量。拿面练力量，这有什么用啊？这个，你个手腕，你干什么不需要手腕的力量啊？干什么？擒拿格斗。擒拿格斗用手腕啊？哦，这擒拿过来，滚，扔，扔，闹。你打我，谁我揉死你，走，浇点水。不是，练习这个手腕的力量，没这么练的。射击，手腕的力量。射击这么射？拉弓射箭，走，手腕的力量。西点还射箭呢？对了，哎呀，哎，这是练习这个啊。他练的是力度，你呢？我练的是速度。哦，你揉得快，他揉一个，你揉42个，不对。做好了之后，我手里面拿着一个工具。什么工具？一个刷子蘸上油，走走，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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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是给面包刷油的吗？必须得有速度。是，慢一点，上一锅就糊了。啊，练速度。我们俩在这儿训练，还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啊，都得用这个军事代号。哦，你们也怕丢人？不是怕丢人，军事代号。什么代号？哎，我的名字叫法棍。哦，你是细长条。啊，我叫法棍。你哥哥呢？咧巴。嚯。你哥哥是一大方筷子，我们哥俩在这儿每天呢，哎，忙得热火朝天的，做面包啊。那天正在我们，哎，正训练的时候，正烤着呢，吱呀一声门开了，买面包的来了，不是谈事情的来了，谈什么事情？门开了，不是你每天刷那么多油，就不给这门刷点吗？都这德行的都生锈了，都不是一种油，做面包的油跟刷门的油跟这个月球上滑轮的油都不一样，多新鲜啊！你还没有电梯呢，哎，门开了，听着跟聊斋似的，进来一个间谍，间谍跟面包过不去，咱们都看过这个国外的这个电影，嗯，什么这个007啊，什么间谍都这样，是吗？戴这个黑色的礼帽，黑色的墨镜。穿着黑色的风衣，里边是西装领带，这个胯骨这儿啊，这衣服被顶起来了，这儿啊，这儿腰间盘突出。你见过当间谍的有腰间盘突出的吗？我没见过间谍，我只见过这儿突出。这突出能当间谍吗？这怎么执行任务？走到这样，哎，好，我说，哎，别动，哎，别动，走，丢。有这样的吗？你以为什么人都跟你们家人似的？谁呀、啊？谁腰间盘突出这么走啊？谁说腰间盘突出了？这连胯部都突出了，知道吗？鼓起来里边肯定是掖着枪的，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法棍。这掖着枪，枪把衣服顶起来了。嚯、哦！这个人嘴里边叼着一根雪茄，得有2尺多长。2尺多长？对，这怎么点呀、啊？这个有身份呢？有什么身份呀、啊？叼一雪茄，一推门进来了。我找西点军校的两个学生啊，一个叫法棍，一个叫咧巴，在这儿吧。你们俩还挺有名儿。他说我就是法棍，他就是咧巴。啊，赶紧吃吧。啊，有什么话您就在这儿说吧。这个人呢，哎，把这雪茄在案板上一掐，掐案板上。对了，没有别。多脏啊那个。哎，夹在耳朵上，打风衣里边掏出一张地图来。我跟变魔术的似的，唰铺在案板上，又把这雪茄点着了。嗯，因为他离了烟呢，说不了话。你真不嫌那扇子脏啊？什么手都摸，是这么回事儿。现如今呢，索马里一带海盗十分猖狂。哦，过往的商船无不深受其害。嗯。有的国家派出了护卫舰队啊，但是根据国际惯例，怎么样？只能驱赶，不能正面交锋。哦，所以说有的他就想请这民间的护卫。嗯，我们哎找到了你们西点军校，向我们推荐你们两位，不知道两位愿意不愿意去索马里一带保镖呢？这话问到我们头上了。对呀、啊，我一句话把他顶回去。你说什么呀？我先跟我哥哥说，我说哥哥。天可要下雨了，咱们的衣服该收了吧？我哥哥说好，我去收衣服。我说好，我去关窗户。我们哥俩走了。
你这是顶回去的吗？啊，你这不是跑了吗？这个不是跑了，这不是要跑了吗？不能在这儿跟他谈事情。怎么了？怕隔墙有耳。隔墙都是烤箱，有什么耳啊？你还真知道。废话，走的时候我冲他做了一个手势。什么手势啊？哎 ，OK， 还 OK 呢。哈、啊，回到这个宿舍里边，果不其然，在我的这个床上放了一个大个的箱子。什么玩意儿？甭问，肯定是给我们的定金。他都能进你们宿舍啊？对，哇，你们宿舍太不好了啊！瞅这个箱子可是不是一般呢。怎么了？嚯，上边是五位数的密码。那我这太一般了啊！我们现在最次都六位了。不是，这五不是啊？五位数的密码一遍输错了，他就炸了。那就是想弄死你们俩。你见过这样的吗？你见一回就死了啊！这难不住我啊！18045嘣打开了。哎，你怎么知道的？这有什么难的呢？干我们这个行业都得会破译密码啊。那也太快了。再说它没什么难的呀。什么意思？18045啊，180度烤45分钟啊，还是面包啊？打开一瞧，满满的一箱子美金，哼，带金券。带金券有什么用啊？带金券，这是表面上是带金券啊、嗯，其实这个编号就是密码。密码在哪发货？时间、地点啊？都在这密码里头，头回听说。哎，后来我们算了半天，算出来了。转天按照这个地址找到港口，一看，三层啊，万吨级的远洋货轮，上中下三层，船离港口鸣笛三声，走咱们这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哎，一路上是风平浪静，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快到这个亚丁湾了，就是这个索马里海盗出没的地方。嗯。我们哥俩可不敢掉以轻心哦。我们哥俩在甲板上啊，嗯，哎，人工警戒，看着，呼，远远的一瞧，哎呀，海平面。不，你先等会儿吧。人工警戒啊？你们俩拿眼睛看呐？对呀，我们一路上吃住行都在甲板上，都不让你们下去。不是不让下去，我们负责警戒。不是，这警戒有拿人警戒的吗？拿什么呀？那最起码有个雷达，有个摄像头啊。雷达摄像头，这永远没有人靠谱。我看你们俩永远没有面包靠谱。你这个雷达这个摄像头让敌人破坏了怎么办呢？你们俩就不怕被破坏吗？呼，我们瞎一只还有三只眼睛呢。啊，太对了。哎，我太对了，你们瞎四只还有两只呢。啊，我看前边我哥看后边，我看左边我哥看右边。你们俩眼睛长太阳穴上是吗？啊，好，从这两边都能看见。对。在甲板上警戒，俩傻子怕什么来什么。嗯，眼看就到这个亚丁湾了啊，海平面开来一艘渔船，渔船也害怕，伪装着渔船啊，其实就是海盗船哦。船上面站着一个大个子，嗯，呼，这个人是个黑人呐，嗯，卷头发，黑灿灿的脸庞，一巴掌护心毛，哦，上身穿着一个花衬衫，敞着怀，下身是花裤衩，左胳膊拿绷带吊着，刚挨完打这是。右手举着一把冲锋枪哦，踏踏踏踏踏，冲天一梭子。嗯，你想我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呀？做面包的呀。什么做面？我们是久经沙场的人呐。久经面包房吗？不是，久经沙场的人呐。我们后边摆着被窝卷啊、案板呐、面包箱子都在后边，擀面棍什么的。你多余要那被窝卷，24小时警戒，没工夫睡觉，知道吗？我们俩一听这个枪声啊，嗯，当时啊，十分的兴奋，嗯，跪下了。下跪下了，不是下跪下了，缩小目标啊！你站着他打得准呢。哇、哦！哎，跪下，缩小目标他打不着，没法警戒了。你不光跪下就完了，还得磕头呢。谁你光跪那儿，你得磕头，谢谢，求求你了，别这样。谁呀、啊？啊，博士，垫着点面包省得疼。不是，跪下之后啊，啊，一伸手你猜不着啊，啊，一伸手把这钢盆戴脑袋上了。钢盆对。钢盔吧？不是，我们是民间的护卫，哪有钢盔呢？啊，没钢盔啊！啊，我们带的钢盆，那能管用吗？那个跟钢盔是一个作用？这不可能。但是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因为这个钢盆它反光。哟，好家伙，瞄得更准了。那是俩小白点儿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贴着这个盆就过去了，这子弹。那叫瞄得准呀、啊，那叫啊！它不光反光，它还滑呢。我这。连子弹都能滑出去啊！嚯，你生产这个比卖面包值钱。哎呀，我一瞧啊，我这哥哥这个不得了，
这是一个狠心贼呀、啊！依我说，咱们说两句。狠心贼不弄死你们俩？咱们说两句江湖黑话让他听吧。哦，你们俩会那黑话？过去跑江湖的都有黑话啊！对对对，国际上的贼他也会这个黑话。哦，都知道，是一样的。嗯，我说哥哥，你听我的。你怎么说的？我冲他喊。嗯，我说哎，爸爸的爸爸叫什么？他理你了吗？他没搭理我。废话，这什么玩意儿啊！他要一说爷爷，我们哥俩一答应，大伙儿一乐，不挺好的吗？哪有大伙儿啊？人家都没上甲板。好家伙，他不吃这套啊！废话，他又是一梭子。我哥哥说这不行啊，你这不行，你听我的吧。嗯，我给他来点狠的。哦，他行。哎，这么说吧，您就是我们的亲爷爷。哎呀，对。贼要像你们就好了，这么多海盗吗？贼要一答应我们一乐，不也挺好的吗？你买票了吗？就乐、嗯、贼还不吃这套，汤汤汤又是一梭子。我哥说坏了、啊、坏了，这个贼啊，这个真是不要命了。咱们呢，依我说还是哎，去这个船舱里边躲一躲吧。你早干嘛去了？来，随我爬。哦，还不站起来？我们哥俩往这船舱里边爬，来到门口里边插死了，不让我们进去。没想让你们俩活着回去。好家伙，太狠心了啊！没办法，又爬回来了。啊，你们俩挺爱玩儿，嘿、啊，是玩吗？这是来回爬着玩儿，只能是背水一战了。背面包一战，一伸手把那面包箱子拖过来，一人一个，哎，手里边唰唰唰唰扔进去了。哦，喂这贼吃面包，别打我，吃点这法棍，咧吧。我疯了，我让他们吃。啊，你自己吃。他这个面包啊，啊，他不是吃的面包，玩的，里边是燃烧弹哟，伪装的面包，伪装的面包，哎，就是燃烧弹呢，嚯，扔到船的这个贼的这个船上，就把他们给烧死了，还真高级。没想到船上这贼呀、啊，枪法够好的，烫烫烫烫烫，一枪一个，空中就炸开花了。你早知给面包也带一钢盆啊，就划过去了。哎呀，这可真是太要命了。这个时候，这个贼的这个甲板一倾斜，下来三艘快艇，嚯，刷刷刷，两边包抄过来。嗯，哎，好，每艘快艇上边站着俩人，啊、一个端着枪负责警戒，另一个人拿着吉利飞抓。你看看人家，走，这儿嘣，嗯，挂到甲板上了，这就要上去了。贼往上爬，爬上来，我们哥俩就死定了。这个时候要依着我哥哥，就得往他们这个绳子上啊抹臭豆腐。抹臭豆腐干嘛呀？贼一闻臭他就跑了。没听说过，你不是直接刷那黄油，滋溜他就滑下去了。但是贼不管用啊，我新鲜，还往上爬。这时候我一琢磨呀，只能用绝招了。你还有绝招呢？一伸手把这擀面棍抄起来了。哦，你帮他下去。不是，这擀面棍不是一般的擀面棍。什么呀？一般的擀面棍都这么短。你这个呢？那么长。这不是比一般的长点吗？一般的都这么细。你那个呢？那么粗。就又长又粗，还是一破木木的棍子吗？不是不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擀面棍，实际呢伪装的火箭筒。拿这个伪装成火箭筒，民间护卫不许携带武器。哦，现如今顾不了这么多了，嗯，只能用这招了，就赶紧打他们吧。把这火箭筒就扛起来了啊，瞄准了这个贼，擒贼先擒王。没错，我哥哥说我给你把着点。哦，这后边扶着点，有后坐力。他有后坐力啊、嗯、我打前边扛着，我哥哥打后边把着啊。哎，瞄准了这个贼，一搂扳机，腾，再瞧这贼一命归西，纹丝不动。怎么没动啊？火箭筒扛反了哟。那你哥哥呢？让我打死了。去你的吧。